多年前我跟其中一个军委委员到北京的五环之外，到他的俱乐部去吃饭，那个俱乐部下面是很深的地下室啊，跟他见面的人那都是核心核心的人物，过去一个名不见经不传的人，现在都成了中央委员了，那是和那军委的委员是什么关系？那里边美女啊，那都是最美的服务员，喝的都是最好的特制的军方特制酒啊，那在外面看就是个钓鱼的小俱乐部，但一下就是一个地下室，那地下室里边你甭说监听了，你拿炸弹都炸不中。我绝对相信中央不知道啊，我相信习主席不知道，他就是查也查不出来。但是我要给他提供这个地方，习主席是不是得派人看看去啊？那个地下室上他能给销毁了吗？那当年他为啥准备这个地下室啊？他为什么搞一个上面钓鱼的地方啊？见这些军方党政军这些核心人物，包括我都拉我进俱乐部，让我说这就是中国的骷髅会啊。